看见了没有？啊，看见了，这猫啊，叨了我一口。小姐，夜风凉，别吹着，帮我看看。记住叫我。好了，哎，等等，补个粉。可以了吗？完美。老爷，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叫，雪鹏叫。你在这干什么？我找猫啊。我刚躺下，就被野猫吵醒了，这不耽误我明天河边练拳吗？我去收拾它。哎，爹，不至于，咱不至于跟小动物一般见识。再说了，你就练个拳，你至于吗？这么大的刀，怎么不至于啊？我已经答应河边老几位跟我学拳了，这万一我明天发挥不正常，岂不是让那些大婶笑话我？你看，来劲儿了吧？挑衅我！哎，爹，我跟你说，这凡事得有一个商量，好吧？我跟他沟通一下，沟通一下行吗？沟通一下。我外面的野猫啊！停！你听到了吗，喵？我爹拿着可大刀了啊，喵，小心杀了你，喵，听到了吗，喵，赶紧走吧，喵。接着叫我。哎呀，你跟猫讲什么，猫能听得懂吗？还是我来吧。停，没声音了。又来了，他又来了。爹，这样，杀鸡勿用牛刀，用我这个刀，我去刀他，行吗？放心了，丫头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别叫了，嘘，我刀他啊！再高一点，喵，快走吧，我爹来了，过来。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，这猫啊，叨了我一口，我赶紧打它，快走，快走，拿出小鞭炮，再叨你一口，行吧，快走，走，行吧，走，下去，快走，公子，你倒是。住院了，我嗓子都快喊哑了。怎么了，丫头？走呀，爹，你能好好睡觉了。明日好好练拳。好。